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宁果儿，这是我在粉丝手里买到的柴油机发电机组。这个柴油机是20马力的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柴油机，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很多家电了。然后粉丝说已经很久没有用的，也不知道是哪里坏了。接下来我就看看哪些是好的，哪些是坏的。我先摇来试一下，看里面的缸是不是好的。刚刚我听了一下里面的声音不太正常，但是我又没有证据，还得拆开机来看看。这个水箱的螺丝都断了，这个需要处理一下。这个进气口和那个出气口都是坏的。目前这个机器所能看到的问题就这么多，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得拆开看看里面内脏的问题。然后这个机器是好机器，就是太重了，我也花了好几百块钱请人才帮我抬到这里。接下来我就拆开看看吧。这上面这么厚的油灰，不知道多久没有用了。看了一下，这些齿轮都是没有问题的，接下来我就要下后盖了。这个油环已经不刮油了，然后这个是连套的，活塞环和油环都得换。这个机油沉那么多底了，已经。这个机器我已经全部拆下来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清洗一下。这个机器所有的配件我已经放在这里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喷我喜欢的颜色了。我的专属柴油机颜色已经喷好了，然后坏的零件我也买了，这个机油表买了，然后这个摇手还有这个活塞环都买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了。我先给齿轮上点机油。
这个机器我已经全面的检修好了，然后上面的螺丝我已经拔掉换成新的螺丝，颜色也喷上我喜欢的颜色，接下来我就开始去试机了。先给它上机油，机油已经上了，接下来我让你们知道我修的机器有多好呀。发电机组的柴油机我已经检修好了，特别好呀，因为是我自己用这个发电机的话，下期视频我再检修，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